波一搭相见欢，玉乐询问探一探，玉乐询问赖伯望，再给大伙唠一唠，我的臭娘整啥话，让朕心里乱如麻，七十五岁的人间是非恩怨都翻篇。刚刚进入二一年，玉乐圈的噩耗传，大叔家和归西天，臭娘也要离人间，离开这么多老戏骨，观众心里直先苦，老的戏骨都离去，还有何人来演戏？臭娘一生不容易，饰演配角接地气，虽然角色非常小，她这个演技却很好，扮演臭娘最到位，观众感动流眼泪，平凡伟大的母亲催人努力和奋进，多年付出莫一见，六十曙光又出现，拿下最佳主角奖，产生深远的影响，主流认可很重要，成为一生的骄傲，随着知名度提高，更多剧组都想要。虽说名气在增长，生活却没有影响，生活依然很朴素，简简单单的居住，不要团队经纪人，主导角色是根本，钱财从不放心中，只要演技能提升。随着名气的增大，逐渐传出了闲话，画家吴欢来控诉，引发网友的关注，抄家大戏曾上演，金凤霞也被致残，抄家往事被列举，名誉一夜跌谷底，重阳名声被搞臭，面貌内心都丑陋，这些谩骂的声音一字一句主人心，过往丑事从不谈，欺骗观众几十年，是非对错没公论，臭娘实在太过分。面对网络的舆论，臭娘始终不承认，还曾发文来澄清没有参与到其中，这事和自己无关，希望网友快翻篇。这些解释都无用，臭娘一度很被动，这件事情传播远，口碑再也难扭转，口碑影响片越少，没人喝彩与叫好，没有电视剧电影，臭娘不再受追捧，是非对错有公论，不去偏听和偏信。如今臭娘也离开，往事说一声拜拜，她和新凤霞恩怨也该烟消和云散，是非恩怨成过去，仇恨不要去演戏，臭娘如今也离去，天堂机器去演戏，那个去演戏。不为保佑拜拜和出轨，陈羽凡宣布退娱乐圈，重新工作是员工集体辞职，王新凡红茶都在对闹乌龙的萨拉斯委会，凡也作品可无出错，您知为何小二藏微博互撕，网友们打呼噜，谢谢谢谢谢谢。